아니나 나 강아지 와. 你要你懂爱说真的你爹爸给四块钱包成哪了走啦我讲不能谈之后你点到我应援班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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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钱哦。讲一波赚下不也比咩？哎呦，努力点，一百块钱了，啊，本人讲来听。马开下本地票啊，阿伯，滚！你捡不到钱了，你还去收捡吗？你先到包租的，冇捡不到钱。没有。你那八块钱啊？你八块钱啊？哎呦我的妈！